Doobie-doo-w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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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.我觉得男人啊，真令人难以选择。没错，有才华的男人通常是长得丑的，长得帅的，赚钱又不多，赚得多的又不顾家，顾家的又没出息，有出息的呢又不浪漫，会浪漫的又靠不住。可是我觉得这世上总有一个好男人，总有一个是例外的，例外的早已经结婚了。哭得累了，慢慢睡去。有没有听过？人生呢，就是为了寻找爱的过程。熟。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找到三个人。三个人。第一个是你最爱的人，第二个是最爱你的人，第三个是共度一生的人。其实我一直想把你变成同一个人。我希望你自己决定是否要到台湾去，不要为了一份感情或一个人而令你有压力有牵挂。到台湾是你事业的转折点，其实我心里很为你感到高兴，不用考虑到我这方面。 Take this chance， 我们还是朋友。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，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你是不是喜欢 Eric？ 没有，我没有。从你昨晚看着他的眼神，我就已经猜中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情况。就算你们是清白的，就算你们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但是在你的心里面就只有 Eric。 Roger， 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。米夏，其实你不用跟我说，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送给你。其实我有句心里的话一直很想告诉你。什么话？我爱你。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吧，我们之间注定是没有缘分的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对你的爱由始至终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两个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信任。你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是啊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你听我说。原来他不是喜欢我，他喜欢的是他太太，我只不过是想他的太太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们虽然一无所求，平凡生活无奈何以为左右你我梦不太甜蜜，因为梦醒后满眼空虚。爱呀，是做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Wake up！ 男人只不过是玩物，千万不要对男人动了真心，免得受到伤害。对，我们在男人身上只要得到好处就好了，不要想什么结婚啊、天长地久的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来为我们人世单身贵族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嘟比嘟啊，嘟比嘟啊，嘟比嘟啊，哇！